型演唱会已经差不多有7年了，所以中间这个6年呢，我去做了音乐剧，然后加了另外的一个身份，音乐剧演员在身上。所以这些年，当然除了在练习另外一个身份以外，我觉得更多的是陪伴我自己，学习一个人，一个人的世界。所以我一个人，比如说一个人去看电影啊，一个人喜欢敷着面膜看恐怖片电影，比如说一个人坐飞机去旅行，一个人去逛超市，然后去买各种的生活用品，然后还有一个人去吃火锅，一个人去海边，然后一个人做手术，我也有过。我还有一个人去 KTV。 我记得我那一次包了一个大街的 KTV 一个人，因为那一次分手了，失恋，然后一个人唱了1个多小时，然后一边唱一边哭。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蛮好笑的。Yeah.